在香港的图书馆都设有自修室，学生自修室是学生优先使用，图片是自修室开放时间。现在大家跟我进去看看。先找个座位。图片是自修室规则，每人有一个位置，有充电插座可充电。如果大家看视频，请用耳机，请把手机转为静音模式。